帮我看一下这个手镯，我需要拿起来吗？要，这个镯你花多少钱？真不便宜，这个镯子是个很极品的。这个是嫁妆，我不知道它的价值是多少。中间那一条是链还是什么？你抠一下，是不是能抠得动？抠得到有一点点。那就行，别大了。这个镯子本来能值10万，现在也就5万。那这是手上的。过分了啊！你什么家庭啊？这个镯多少钱买的？嫁妆，我不知道的，我妈给的嫁妆。大万到10万之间吧，大万以上。快吧，快点把这个打开。这黄颜色的，有一对黄颜色的。来，老师，这是一对，你给看看，这是什么？我这会儿头皮一发麻，你别吓我，你别告诉我这是一个冰黄翡满黄的一对儿对，翡翠手镯。就是太大太沉了，特别大特别沉。你拿到光线下拿好一个，咱们俩看看。又像是小红点一样的，你看这样就能看到。关键是这个镯子，我看着一眼还确实表面还有那个意思呀。你回头出个证书去吧。这也是我妈给的嫁妆，她在她手里的时候就没有证书。你们家祖上是不是13行的一员呀？没有了，就是老百姓。广州13行那个其中一人的后人啊，我信你们家有这东西，慈禧没有你们家会贵。但是啊，这东西我建议你去出个证书啊。你知道我这一个镯子能在北京三环内挑好房子？要不老师你收了吧，我给你寄过来。真的听我讲啊，你收好，然后 你别吓我，你不要吓我。你再拿着稳点啊，你这样子大伙儿都想听一声响了，你握好吧啊。要敲给你听一下吗？行，好好的家庭，行，就这样吧。抖音。